赶紧去对面的蓝 buff 插个眼儿。将蛛丝一串串分好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嗯。我一级不能学艺哎。现在我又别想。这里很明显没有眼。全军出击。嗯。算了吧，回去打吧。我这蜘蛛背上屁股上有个脸，哎，这大屁股。女枪去插眼去了，不去了啊。女枪插了个眼在旁边呢。一级杰拉学的 E， 每一个都是大节奏。哎呀，吐错了，先把他这花给他踩了。哎，这鼠标怎么回事？点。一下电炎推咬平 A 起立降落，烫死了，咬你一下推。射个药来推 A 平 A 咬闪现平 A， 我起飞差一秒，有点烦。躲役，他让他躲呗，让躲去，我都直接不役。我们不役就不会被他躲，他躲他就自己推，他就在那儿反复横跳。一下，推。痛啊！来呀，梦魇儿啊！算了，我先升个三吧。我将为他们展示。梦魇儿咋不来呢？哎，你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过来，你在干嘛？一 W 溜飞咬起飞走，能空到吗？这么好的机会不跑过来赶快，也不早在那不知道在那磨磨唧唧磨叽啥玩意儿了。吃点馅，
海野来了，那来吧，我们也回家了。我也带个扫描，这回打小龙去了。这杰拉怎么五级了？你怎么比他们家那女枪等级还高呢？ADC 咋不跟了呢？算了，无所谓，俺俩换换吧。我跟他换也可以。不能卖药，只能这样。俺们家卡莎六了，我才四级。推咬，起飞降落，给我咬，那不随便杀吗？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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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花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哎呀，给我下当了。这杰拉虚区有点高的，这杰拉哎，我这等级咋那么低？我觉得我得单吃几波经验了，这才四级，这都ADC 还能死，他们没有眼儿。推 W 一咬，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我想知道这杰拉上哪去了。还行吧，把他杀了，又给我下当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快快左边走，左边走，对，有没有跳弹？没有跳弹感觉要死啊。就我刚才那波不应该死的，我的 E 技能 E 慢了。这 AD 为啥不走啊？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了？哎呦我啊！
这波稍微有点送了啊。而但是我这个 E 技能我真的摁了，在他 E 我那一瞬间我就 E 起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老 E 慢了呢？什么原因呢？这家伙。Shut down. 七级解拉，七级咋的了？七级多啥呀？俺们家 ADC 还八级呢。只不过他俩刀过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杰拉比 ADC 等级还高。我杀了。因为老是他家 AD 先死，他单吃经验，不能打了，不打了，打不过这玩意儿呢，一会儿再说。我们家 AD 九级，我五级，为啥呀？为啥他九级我五级？为啥我经验我吃了呀？为啥呀？他怎么吃的？他这经验都是。没有什么能够逃出我的蛛网。没有啥，就都是。还行，一换一可以结束。好飞！推！别往我身边走！咬！一打不溜，推！我必须得单吃点经验了，他们在 ADC 九级，把我等级都给我吃了，我受不了这气。漂亮，还发不发芽？还我在那发芽，你以为你在种豆芽？都越来好越。小龙可以要啊，等级总算是追上来点，不容易。谁的真眼？我应该是死了，还行。哎呦，我这大招放的，我永恩漂亮，永恩给我炸！雨露均沾呢，这是。没事，烫死一个。我们赶紧来个收割者，这美甲气魂卷钱不够，哎呀，烦死了。没有美甲窃魂卷的我们有点难受啊。
上路的船长不知道能不能杀呀？试试看吧。那小法搁这干哈呢？ 点啥呢？你上来就死了！谢谢我的老大哥，你能吃着啊？我让你吃，你能吃着这波兵线？ 到了呀，好像。哎，收集者！我靠，船长也出收集者！ 船长大招配合收集者，真是神级的理解呀！这不去杀女枪，女枪死了呀！女枪被我点烟点死了。先来个法穿。哎，算了，我这回家吧，我等点钱，正好直接就法穿了。 他自己让人给杀了，啊！杀完以后我们才过来的，过来以后我把船长收了，然后他给我打问号，然后兵线全到塔下了，我收俩兵，他给我还打问号，我都不知道他打什么玩意儿呢，他整个人就感觉就像个问号。我其实都应该给他打问号，然后他跑过来先给我打问号，你看这个。 二连捅连的挺快呀，这不能这么死啊！这出来出门就死，死的有点快了，稍微。19分钟57个头。 我们家卡莎1000块钱，没关系，这都没中。
杰拉过不过来做眼儿？刀门内顶小龙，我点死他！哎，太难了，我来个那啥吧，我来个秒表。他还出那夜印之风，那夜印之风还没法译。为什么一直回家？没办法，那盯着我杀，我只能一直回家。蜘蛛这英雄就容易跟人对换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英雄就是极端英雄。打团战不厉害，就阴人。吸血鬼，我操了！为什么他在那里晃晃晃啥呢？他晃来晃去的，他刚才晃啥呢？带吧啊！你就硬给人带飞，我就知道这女枪指定得一箭双雕过来干我，但我没办法，我只能 eat 了，100%一箭双雕弹我，妈的！打大龙吧，那 ADC 不杀，顶着我杀，操！这 ADC 都要无敌了，他们不杀，我没明白啥意思。没盯着我杀，没盯着我杀，我能死十把吗？还没盯着我杀呢。你刚才那吸血鬼大是不是给我的？你瞅瞅，玩个游戏真累。给我杀，兄弟们！不是我送的，他就不让我排眼儿，不让插眼儿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钉可以。
我把你拦倒。海隐他妈的，我怎么上哪都能碰着这个人呢？他怎么出来这么快呀？刚才他刚死吧？他刚死，我刚从家里出来，拦到蓝 buff， 我不去了。我操你妹了，我不去了。我肯定不去也去了，我指定不去了。太憋屈了，太让人欺负了。我堂堂一只猪，居然让凯隐给我一顿杀！啊，关门打狗！你瞅着凯隐。那 ADC 搁左边呢，我套你猴着的！我赶紧来个钉，啊，我得赶紧来个钉。钉完以后，咱来个猫着。ADC 的技能放的有问题，要不然凯隐死了。大冰心。我居然死了13把，不敢相信。我知道真正蓝凯打不动，那是因为蓝凯的装备不太好，他才两件半，那卡莎都快六件了。他怎么让我逮着一个啊？又是凯隐，我走了啊！我走了了，我走了。我跟着梦魇一块走，那凯隐敢出来，你就给我划拉死他啊！听见吗？推！我他妈咬死你！个老屌！咬咬咬！杀我！再见，凯隐来了啊！凯隐来了，凯隐来了。嗯，凯隐来了，该怎么办，兄弟们？大龙要刷了，我们是要做英雄还是要做狗熊？这是真没办法。来，凯隐，给我过来！来，凯隐，凯隐，你给我过来！听见没有？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我让你过来，你没听见是不是？那算了吧，那我回家了。
蛟龙。我操，他闪现 Q 的吧？我起飞没起上来。哎呦我操，这船长！船长感知到了我的位置，这个船长可不敢担呐。还好这船长的英雄啊，就是没技能就是傻的。给我打死他！漂亮，不愧是我们养出来的 ADC。哪来的视野？没视野，他意识好。但是意识吧，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桶啊，也正常，也应该就是一连桶，而不是二连桶。看录像，不用看录像，他就是意识好，有。